还能下腰不能啊？能，躺地上撑腰。预备，我看看高度。冲！起！其实我今天都可以教会你怎么起，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？咱先不下，我先让你起来，再躺下，躺下。走，撑。别动啊，对，尽量手脚近一点，往里边走。好，别动，这个腿使劲不使劲？不使劲，使劲，脚抓地，腿使劲。使完劲之后，这一点往上，手撑撑高一点。哎，对，然后呢，往前，手往前走，往前走，手走。哎，不，走啊，我这走，往脚的地方走，走一点点，一点点走，那个手也走。好，别动。往前，哎，你看，把力量是不是往腿上压了，把所有的劲儿往这压了，然后，你看起来没？但是你脚动了，脚动了就是失去重心了。第二，还有头先起了，头是最后起，从肚子往上，从到这儿到这儿，你有点着急，再来我教你一会儿你就学会了。我知道你学得快。以前是你小腰力量不够没让你学好，脚抓地之后别动，手往前走，对，走着就起来，走再走跪，往前对走，再走，走样。哎，我不服你管下不管，不管想要啊，肯定可以，但是认真啊，你们手听预备走，手摔，手太慢了啊，走，往前跪，手往前走，不走一下，走一下，哎，对，好，走，弯腿，弯一点点，对，你看，住，力量在这儿呢，我是不是推到这儿了？对不对？我给你打80分，知道吧？对，手推平，走，甩手快。走，往前跪，跪一下就起，一二，哇，厉害，这是第一次起来吧？是不是？我相信贺天宇可厉害了，来。